崇宁二年，都审申明，台官职在神迁究谬，自宰臣至百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当何？皆得纠正。政和六年，诏在京直事官语。PG 2592。外任按察官，虽未升朝，并赴台参谢辞。七年，忠臣王安石奏，以本台觉察弹奏事刊为一书，殿中侍御史以上录本给付，从之。靖康元年，监察御史胡顺至言，监察御史自唐至本朝，皆论政事及官协，元丰少圣者于甲岭，崇宁大臣欲其辩己，遂更呈现。其令本台增入监察御史严氏之文，诏依祖宗法，又诏宰执不得荐举台谏官。就台令御史上下半年分一三省，枢密院点检诸房文字，轮议尚书六曹按察，奉行基为副，受差师，贤得但究。渡江后，稍阔不举。绍兴三年，始复其旧。是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元丰始至六察，上自诸部四监，下至领库场务，无不分立，以诏废制，而乃有迎元生请起步立台察者，恐非法意，宜遵旧制，从之。干道二年，诏自京非曾经两任县令，不得除监察御史。庆元二年，是御史黄甫言，监察御史高宗时常至六员，孝宗时至三员，今分案之任止二人，起增至一员，自后常至三员。检法一人，掌检详法律；主簿一人，掌授事发陈勾稽部书。宋初至推职官二人，专治御事。凡推职有四，曰台一推，曰台二推，曰殿一推，曰殿二推。咸平中至推勘官十员，元封官至行，定元分职、理行、推职等关系罢。绍兴初，诏检法，主簿特令殿中侍御史奏辟。绍熙中，侍御史林大中以论事不合，去所奏辟检法官李谦、主簿彭圭年一起同罢。嘉定元年，刘举出检法官，范之柔除主簿，以后二职皆却。甘道并审立额，前司主管班次二人，正副引赞官二人，入品支班三人，支班五人，书令史四人，驱使官四人，法司二人，六察书吏九人，贴司五人，通引官三人，三经留司御史台管勾台事各一人，就约判台，以朝官以上冲长拜表行乡，纠举为师，令使二人支班，驱使官书。PG 2593，立各一人，忠心以后不至。秘书审监少监臣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属之事，少监为之二，而臣参领之。其属有五：著作郎一人，著作左郎二人，掌修纂日历，秘书郎二人，掌籍闲院、史馆、昭文馆、密阁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其类，教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筹典籍，判正额谬，各以其职立于长耳。
为日历非编修官不遇，遂于仲夏报书，则给九十费、尚书、学士、侍郎、呆滞两省谏官、御史并副御跟服，则前其遣中使谕旨，听以早归。大典礼，则常二御及议，所以待遇如臣，非他私比。宴设西宇，律巡故事。宋初，至三馆长庆门北，谓之西馆。太平兴国初，于升龙门东北，创立三馆书院。三年，赐名崇文院，迁西馆书注焉。东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四部，为十馆书库。大中祥符八年，创外院于右掖门外。天禧初，令以三馆为额，置检讨、教刊等。元检讨以金朝官充，教刊自金朝幕直至选人皆的备选。以内侍二人为勾当官，通掌三馆图籍事、孔目官、表奏官、掌舍各一人。又有兼书库内侍一人，兼兼密阁图籍孔目官一人。密阁系端拱元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阁，以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诏赐三馆置直阁，以朝官充效礼，以金朝官充以诸司三品、两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阁事直阁效礼通掌阁事，掌善写密阁所藏公寓人庄才将十二人。元丰五年，直事官贴直西坝，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官署，史吏为定员，分按四，治吏八。崇文院太平兴国三年至端拱元年，建密阁于院中，昭文馆、史馆及贤院皆言唐至立明，但有书库寓于崇文院五下。三馆、密阁、崇文院各置贴直观，又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教刊，通谓之馆直。初，英宗谓府臣曰：“馆阁所以遇俊才，比选庶人出使，无可。”PG 2594。者，岂乏才耶？欧阳修曰：“今取才路狭，馆阁只用选人编校书籍，故禁用稍迟。”上曰：“卿等各举庶人，虽轻弃世家，务必。”于是宰相齐、公亮、参知政事修盖各荐五人，为即事神宗登基，先召十人事以师父，而开封府界提点臣汝一别以奏封称指御史。于是御史无申言，是管职者请策以经史及事务，无用辞赋，遂召自今是管职专用策论。熙宁二年，至崇文教书，使除河南府永安主簿行署，乃诏自今应选举可用人并除教书。后二年取旨除管职官。五年，以立秘书省。元佑初，复置职及贤院校礼，自校礼而上只有六等，内外官并许待恩数人就。又立侍中人管职法，选人除正字，京官除教书郎。教书郎共职二年，除及贤校礼。秘书郎者，作左郎比及贤校礼，著作郎比职及贤院，职秘阁，臣及三年除。密阁效礼，
三年二月，诏御史畅明日，秘书陈志正自身殿侍立。九月，复侍贤良于阁下。五年，至集贤院学士，并校对黄本书籍。官员少圣初，罢校对，以编修日历选本省，亦集贤院学士为殿修撰，职院为直秘阁，及贤校礼为秘书校礼。十二月，诏礼部本省长二定校筹之客，月中俱奏入服五十减半，过度服依旧，从苏轼之请。又罢本省官任满储管职法。元符二年，诏执事官罢代管职。西复元封官至崇宁五年，诏管阁并除进士出身人。政和五年四月，诏秘书沈殿以右文为名，改集贤殿修撰为右文殿修撰。十月，驾驿景陵宫朝献，还姓秘书沈。诏曰：言见多事，历览藏书之府，祖宗遗文在焉，屋室浅狭，甚非称太平有文之盛，宜重行修展。八月，诏秘书沈移于新左藏库，以其地为堂。七年，诏类及所访遗书，名曰《秘书总目》。宣和二年，立定秘书沈元额兼少兼陈并依元封旧制，著作郎以四元为额，教书郎二元，正字四元。 PG 2595。渡江后，制作魏皇绍兴元年，使诏至秘书沈，全以密兼或少兼一元，陈著作郎左各一元，教书正字各二元为额。续又参酌旧制，教书郎正字诏是学士院，而后命之字是彩球。却闻补缀漏译，四库书略备，及秘书沈复见史馆，以修神宗哲宗实录，选本省官监检讨校刊，以侍从官充修撰。五年，校唐人十八学士之制，兼少城外至著作郎左秘书郎各二人，教书郎正字通十二人。又移史馆于省之侧，别为一所，以增重其事。九年，诏著作局为修日历，欲修国史则开国史院，欲修实录则开实录院，以证明实。十三年，诏赴美，遂报书会。侍东、新省丞、少监邮操元正和故事，起至提举官。遂以受礼部侍郎秦熙，令掌求遗书，仍注印一次。至编定书籍。官二人，以教书郎正自充。孝宗即位，诏管职储养人才，不可定员。干道九年，正自指六员。淳熙二年，兼少并制，皆前所未有，除少兼城外，以七员为额，寻复诏不立额。绍熙二年，管职却人，上令诏事二元，仅加审责，取学问议论凭证之人，自是兼少城外，多指除二元。是时，臣父梁上言，请以右文秘阁修撰并就管阁教刊三等为史官，自教刊供职，稍迁秘阁修撰，又迁右文。在院三五年，如有劳记，就迁次对，庶几有专官之效，无冷局之嫌。时论委之，然不果行。中心分案四，曰经籍，曰注版，曰之杂，
曰太史。立俄、都、副孔目官二人，四库书直官二人，表奏官、书库官各一人，首当官二人，正明楷书五人，首阙一人，正贴司及首阙各六人，监门官一人，以五成充专知官一人。日历所立秘书省，以著作郎，著作左郎掌之，以载职时。政绩左右使起居住所书会及修撰为一代之典，就于门下省制编修院，专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元丰元年诏宣徽院等公报修注释，自今更不公起居院，职工编修院日历所。四 PG 2596年十一月，废编修院归史馆。官至行署秘书省国史案。六年，召秘书省长二吴的欲著作修纂日历事，尽书籍及贤，以防漏泄，如旧编修院法焉。八年，召吏部郎中曾召礼部郎中林熙兼著作。直事官兼职自此始。元佑五年，移国史案置局，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立门下省，更不立秘书省。绍圣二年，召日历还秘书省。宣和二年，召罢在京修书诸局，为秘书省日历所系元丰国史案，除著作郎官专管修纂日历之事无定员外，其分案编修日历书库官吏，并依元丰法。少兴元年，初修皇帝日历，诏以修日历所为名，本省长二通行修纂。三年，诏载臣提举，是从官修撰。十一月，诏以修国史日历所为名。四年，诏以史馆为名。十年，诏依旧制并归秘书省国史案，以著作郎左修纂，旧史馆官罢归原官，寻复诏以国史日历所为名，续并修。神宗、哲宗、宝训。隆兴元年，诏编类圣政所并归日历所，依旧载臣提领，仍令日历所立充行遣会要所以省官通任其事。绍兴九年，诏秘书省官酬效国朝会要，逐官添给茶汤钱。干道四年，诏尚书右仆射陈俊卿兼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每遇提举官开院过局，就本省道山唐据成文字，提举诸司官、陈寿官主管诸司官，并令国史日历所官兼。五年，令本省在嘉山定以续修国朝会要为名。九年，秘书少兼陈奎言编类建言，以后会要成书，以中兴会要为名，并从之。其后皆续修纂，并立秘书省国史实历院提举国史兼修国史，提举实录院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同修撰实录院修撰，同修撰职史馆编修官检讨官校刊检阅校正编校官出。少兴三年，诏至国史院重修神宗哲宗实录，以从官充修撰。续以左仆射吕一号提举国史，右仆射朱胜飞兼修国史。 PG 2597。四年，至职史馆及检讨校刊各一员。五年，
至修撰官二员，校刊官无定员。事实国史实录皆御史馆，未有至此废彼之分。九年，修徽宗实录，诏以实录院为名，仍以宰臣提举。以从官充修撰，同修撰于官充检讨，无定员。明年，以未修正史，诏罢史馆官吏，并归实录院。二十八年，实录书成，诏修三朝正史，复置国史院，以宰臣兼修，侍从官兼同修，于官充编修。明年，诏国史院以宰臣提举至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员。编修官二员，又至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诸司官各一员。以内侍审官充。隆兴元年，以编类圣政所并归国史院，命起居郎胡权同修国史。二年，参政前端李权兼修国史。干道元年，参政于允文权提举国史，皆前所未有。二年，诏置实录院，修钦宗实录，其修撰检讨官以实院官兼领。四年，实录告成，诏修钦宗正史，以右仆射蒋福提举四朝国史。诏增至编修官二员，续又增至三员。淳熙三年，特命李涛一秘书监权同修国史，权石林院同修撰。四年，罢实录院，专制史院。十五年，四朝国史，陈书诏罢史院，复开实录院修高宗实录。庆元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孝宗实录。六年，诏实录院同修撰以四员，检讨官以六员为额。嘉泰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光宗实录。二年，复开国史院，自是国史与实录院并致意。实录院历兼行国史院事，典检文字一人，书库官八人，楷书四人。太史局长测验天文，考定历法，凡日月星辰风云气候，详审之事，日据所占以闻。遂颁立于天下，则欲造进城。祭祀、官婚及大典礼，则选所用日。其官有令、有镇、有春官、夏官、中官、秋官、冬官镇，有臣、有执常、有灵台郎、有保张镇。其判局及同判，则选五官镇以上业优考生者充保张镇。五年，执常制令十年一迁，为灵台郎侍中乃迁，而且胡镇无迁。PG 2598法。其别局有天文院、测验魂仪刻漏所、掌魂仪台昼夜测验丞相、钟鼓院、掌文德殿钟鼓楼刻漏镜牌之事。印历所掌雕印历书南渡后，并同立秘书省长二臣郎伦记典检算学。元丰七年，诏四选命官通算学者，许于吏部就事。其合格者，上等除博士，中赐为学予。元佑元年初，议者谓本监虽准朝旨造算学，原未新功，其事选学官亦未有应格，窃虑徒有繁费，岂罢修建。崇宁三年，遂将元丰算学调至修陈敕令。五年，
罢算学，令赋于国子监。十一月，从薛昂请复至算学。大观三年，太常寺考究，以皇帝为先师，自常先立墓至周王溥以上从寺，凡七十人。四年，以算学生并入太史局。宣和二年，诏并罢官吏，殿中省监少监监臣各一人，监长供奉天子御食医药服御卧役余辇，舍赐之政令，少监为之二，臣参领之。凡总六局，日上食，掌膳修之事，日上药，掌和计整候之事，曰上运，掌酒礼之事，曰上衣，掌衣服冠冕之事，曰上舍，掌赐舍卧役之事，曰上辇，掌余辇之事。六上各有典狱二人，奉狱六人或四人，监门二人或一人。右上时有善工，上药有医师，上运有九宫，上衣有衣徒，上舍有牧士，上辇有正宫等，皆分立其局。又置提举六上局及管干官一员，就殿中审判审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虽有六上局，名别而事存，凡官随局而移，不领于本省。所长为郊祀，元日冬至天子御殿及地掐后庙，神主父太高，工具散善，而殿中监事秘书监为记录官而已。元丰中，神宗欲复建此官，而杜敬中未有其地，但诏欲辇院不立审祀，令专答焉。初，全太府清陵严因案内藏库，建成于福玉杂著百物中，乃起复殿中审六上，以严奉至尊。于 PG 2599。是徽宗乃出先朝所度，殿中审徒，命三省行之，而其法皆左正言尧右所裁定。是岁崇宁二年也。三年，蔡京上修成殿中审六上局供奉库务敕令格式，并看详凡六十卷，人官以崇宁为名。正和元年，殿中审高升上编定六上供奉事。靖康元年，诏六上局并依祖宗法。又诏六上局祭罢，阁内岁贡品物万数，尚为民害，非祖宗旧制，其并除之。欲要院购当官无常员，以入内内侍充掌案验秘方，以实际和药品，以禁欲及供奉禁中之用。旧制购当欲要院迁官至遥领团练防御者，为之暗转干冒恩泽，竟不可止加。又五年，诏御药院内臣如当转出而特留者，似其出即所留岁月优迁之，更不许累计所迁资序。非购当御药院而留者，其出更不推恩点八人，药同十一人，降七人。崇宁二年，并入殿中审。上衣库使副使旧曰内衣库，大中祥符三年改监官二人，以内侍三班充掌架头服御散善之名物。凡御殿大礼前一日，请臣于衮冕正规袍服于镜中以待禁欲，是以副还内库点一人，降四人，掌库十人。内衣物库在文德殿后，
太平兴国二年，至受那匹断裤，受那陵井西川鹿胎陵罗卷匹断。大中祥符元年丙入监官二人，以京朝官并内侍充，就三人以诸司使副及三班内侍充掌受纳锦器绫罗色帛银器腰束带料造年之准备衣服，以呆班赐诸王宗室文武近臣禁军将校食服，并给宰臣亲王皇亲史相生日器币两服臣僚百官。皇亲转官中谢昭辞特赐及大辽诸外国人使辞见银器社工一代点八人掌库三十一人新衣库在太平房监官二人以诸司使副三班级内侍充掌受锦器杂帛衣服之物以备给次级邦国一柱之用 PG 2600并受纳衣服以赐诸司丁将诸军监门二人以三班使臣充点十人掌库五十五人朝服法务库太平兴国二年至后分三库一在天安殿后一在右掖门内北廊一在正阳门外监官二人以诸司使副及三班内侍充掌百官朝服诸司仪仗之名物点三人掌库三十人以上崇宁二年并入殿中审旧有才造院真县院杂卖场后审并之太常寺清少清臣各一人博士四人主簿协律郎奉礼郎太助各一人清长礼乐交庙社稷坛委陵寝知事少卿为之二臣参领之礼之名有五曰吉礼曰兵礼曰军礼曰家礼曰兄礼皆掌其制度仪式祭祀有大祠有小祠其牺牲必遇九礼见献器服各便其等掌乐律乐舞乐章以定公价特价之制祭祀享则分乐而续之凡清慈吉寺梦月朝献景灵宫交祀告享太庙掌赞乡礼仪升降之节岁时朝拜灵寝则是法事便具以受辞官凡辞事差官某日斋戒皆检举以闻出现用执政官则轻为中县用卿则少卿为雅县博士为中县却则以次户舍交祀以班御札则转移以锦公价鼓吹锦场律前期按月即席于四级朝会宴享上寿封册之遗物亦如之若礼乐有所损益即四点神祀爵号与封席祭祀之事当考定者拟上于礼部凡太医之政令以时颁行宋初旧制判祀无常员以两制以上充臣一人以礼官九次官高者充别制太常礼院虽立本寺其实专达有判院同知院四人四与礼院事不相间康定元年至判寺同判寺使并兼礼院事元封正明使专其职公案五至历时有一吴佑三年赵太常寺至常二他寺兼则护制少慎终复旧制
大观元年，应太常寺所被旨及施行典礼事，纪伦博士全次成疾。PG 2601，已被讨论。政和四年令，辞事监察御史阙，则以六曹郎官籍管，直射冲。宣和三年，令本寺因阁礼五年一减，举皆续编修。减。言初，并沈冗职为太常、大礼部并。召太常少卿议员兼宗正。少卿罢臣部，为至博士议员。绍兴三年，复至臣。九年，臣僚言元丰正明、太常主议论者博士四人，起参稽旧典。天智博士以称朝廷搜捕阙议，积西弥文之意。赵天博士一元。十年，至部议员。十五年，赵太常讨论至极田令，续至太设令。隆兴元年，并沈博士议员、主部议员，又以光禄寺并归太常、罢臣。明年，赵臣部并依旧制分案九，约礼仪，长讨论大庆典礼、神祠道士、袭封定事、检举祭臣。约祠祭，长大中小祠四岔行事官并九旗、壁帛、蜡烛、礼料。约坛庙，长行事坛、庙宇、陵寝。约大乐，长大乐教习乐舞、鼓吹、警场。约法务，长给纳朝、祭服。约领息，长岁中辞祭生劳养使敌士。约太医，长陈辽陈起一人补充太医助教等。约长法，约之杂，并长本四条制杂物，裁剪立额，赞饮食二人，正理直官二人，副理直官二人，正名赞者七人，守阙赞者七人，司名赞者七人，虚吏一人，虚左四人，贴司一人，书表司一人，祠祭局公官十二人，祭器司公官十人，乐正三人，鼓吹令一人，本寺天乐祭器库专之官一人，库子二人，元坛大乐礼器库专之官一人，库子一人。博士长讲定五礼仪事，有改革则具经审议。凡于法应事者，考其形状，撰定事文。有辞事，则监事遗物，长凡赞导之事。主簿长稽考部书，协律郎长律吕以和阴阳之身，正公驾特驾乐舞之位。大祭祀享宴用乐，则执挥以照作指之节，举挥鼓助而乐作，演挥假语而乐止。凡乐长其叙事。奉礼郎长奉必博受出县官，大礼则设青瓷板位。PG 2602。太柱掌读册词，授团属以古告，饮服则禁绝，浊酒受其虚绝。交社会掌巡视四交及社稷。坛尾掌凡扫除之事，祭祀则审身。太庙令掌宗庙建兴七祀及功臣从享之礼。及田令掌地及耕漏出纳之事，植五谷蔬果，藏兵以待用。公为令律其属以训洒庙庭，凡修治节除之事。提点管干交庙祭器所南交太庙祭器库，提点朝服法务库所朝服法务库，南交食物库太庙食物库掌葬其器服，以待祭祀朝会之用。凡官服
视其等而颁于执事之臣。教坊及前辖教坊所长宴乐乐席，以待宴享之用，考其意而进退之。朱陵祠坟所长先是后妃之坟园而以时献享。太医局有臣，有教授，有九科医生额300人。岁终则会其全师而定其赏罚。太医局熙宁九年至，以知至告雄本提举。大理寺丞丹乡管干。后诏务立太常寺，至提举一，判举二，判举选之一事者为之。科至教授以选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即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合格者300人为额。太学、律学、武学生诸营将士疾病，轮往治之，各给印纸，书其状。遂终积其功序，为三等地补之，上等月给钱15000，无过20人；中等10000，无过30人；下等5000，无过50人。失多者，罚处之。受兵校前务者，论如奸凌强乞取法。三学生原欲者听受而进要求者，又官至刑立太常礼部。自政和以后，立医学详见选举制。孝宗隆兴元年，审并医官而罢举身。序以于允文请依旧存留医学科，主举复试审视别事所，更不至。局全令太常寺掌刑。绍熙二年，复置太医局，局升以百元为额。于并医卫罢局前体力，人力太常寺。PG 2603。大圣府以大司乐为常，典乐为二。赐曰大乐令，至比臣。赐曰主簿，协律郎。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运谱等官，以经朝官选人或白衣士人通乐律者为之。又以五臣兼府门及大乐法务库，以侍从及内审进士官提举。所点六案，曰大乐，曰鼓吹，曰宴乐，曰法务，曰知杂，曰掌法。国朝礼，乐长于凤长。崇宁初，至局议大乐，乐臣至府谏官以司之，礼乐使分为二。五年二月，因审冗员，并知礼官。九月，复就大官。四年，以官图领给樊后，审乐令一员，监官二员，吏禄并事态长阁。宣和二年，诏以大圣府尽遂天制冗滥侥幸，罢不复再制。宗正四卿少卿臣主簿各一人，卿长续宗派属籍，以别招募而定其卿书，少卿为之二，臣参领之。凡修纂牒谱图籍，其别有五，曰玉牒，以编年之体序地系而记其隶属。凡政令赏罚，封御户口，封凶祥瑞之士宰焉，曰各级，续同姓知亲而地其父记之妻书远近，曰宗藩庆系录，便谱系之所自出，续其子孙而列其名位品质，曰先元基庆徒，考定是次之分派别，而系以本宗。曰先元类谱，续男女宗父族姓婚姻及官爵迁续儿者，其功罪生死。凡禄以一岁，徒以三岁，牒谱即以10岁。修纂已尽。
宋初就制判四世二人，以宗姓两制以上充，却则以宗姓朝官以上之臣事，长奉诸庙诸陵见享之事，司皇族之籍，主簿一员，以京官充，就自臣不以上，皆宗姓为之，通属四是。初至清少，律命常参官判四事。大中祥符八年，以兵部侍郎赵安义兼卿，判四赵侍常改为之四事。九年，始定陈郎以上兼卿，给舍以下兼少卿，郎中以下兼臣，京官兼主簿。其清阙，则臣以下行四事而无之，判之名元封官至行。赵宗正常二不专用国姓，盖自有大宗正司以统皇族也。渡江后，清不常至少卿一人，以太常兼。绍兴三年，复置少卿一人。五年，复置臣。十年，置主簿。隆兴元年并审。四年，召臣部 PG2604 复旧制。嘉定九年，召以宗学改立宗正嗣，自此四官又遇孝事知事，分按二，曰熟籍，曰之杂。立额须常一人，须使一人，须左二人，楷书二人，帖书二人。大宗正司景佑三年始置司，以皇兄宁将军节度使仆王之。大宗正室皇侄张化君节度观察留后守节同知大宗正室元封正明人质之及同知官各一人，选宗室团练观察使以上有德望者充臣二人，以文臣经朝官以上充长究何族属而训之矣。德行道义受其辞讼而纠正其迁为有罪，则先和以文法力不能决者，同上殿取材。若公底官因事出入，日书于籍，记中累奏，遂录存亡之数报宗正嗣。凡宗室服属远近之数及其赏罚归事，皆总之。官属有记事一人，掌监奏讲书教授时有二人，分为讲授兼领小学之事。旧制则宗室贤者为之大宗正室，赐一人为同知，其后为高属尊者为判。熙宁三年，始以异姓朝臣耳元之臣氏，置局为穆卿广清宅。是岁审管干穆卿广清宅籍，提举郡县主等他官，以其事归宗正。自熙宁中至臣，始以都官员外郎张志圭为之。神宗一用异姓，王安石言前代宗正故有用数姓者，乃录春秋时公侯大夫事。神宗曰：此虽无前代故事，行之何害？安石曰：圣人创法，不必皆循前代所以行者。于是赵志圭对而命之。分按五，至历时有一元封五年，赵大宗正司部立六曹，其臣属中书省奏差。元佑四年，赵宗室越本司宿侍者罪之。六年，赵宗正按熙宁敕诸院建小学，自八岁至十四岁，首检举入学。绍圣元年，赵坦免外两事孤疑贫乏者，验时领给之。四年，
赵宗室若妇女自外还京，并报宗正。崇宁三年，赵大宗正及外宗正司将条贯事记官宗正寺修纂图牒。政和三年，赵已知大宗正氏重乎提举宗子学士。崇宁三年，至南外宗正司于南京，西外宗正司于西京，各 PG 2605。至敦宗院，初讲义司言，宗室叔属原居两京福郡者，各至敦宗院，其两京各至外宗正司，从之。人赵各则宗室之贤者，一人为之宗，长外居宗室，赵父定宗学博士，正录元庶大官。四年罢，政和二年复旧。又赵敦宗院宗子有文艺，行时众所共知者，许外宗正官考察以闻。中兴后，以位高蜀尊者为判大宗正事，其之即同之如旧制。又置之大宗正臣一员，以文臣冲掌纠合宗室而简防训斥之。凡南班宗室摩刊迁转袭封，请给和其当否嫁娶房联，分析财产，着厚薄多寡而定其意。凡宗室除和该赐名外，皆大宗正定名而后报宗正寺，其余迁授官资，支给钱米，考核以照与夺。其不律教者，以法拘之，遂久之悔，则除其过名。复直南外宗正司、西外宗正司以处宗室之在外者，各人就置设敦宗院，皆设之宗所在通判直官兼臣部，其纠合检防训斥如大宗正司。西南外两司却之宗，兼令大宗正司选择保民而后受之，又各置教授以克其行意。南渡初，先徙宗室于江淮，于是大宗正司移前江宁，南外移镇江，西外移扬州。其后吕系后西外止于福州，南外止于泉州，又至绍兴府宗正司，盖初随其所欲而分管辖之。干道七年，常欲移绍兴府宗司于蜀，不果，后并归行在嘉定间，用臣僚言，岂凡除受之宗，须则老臣更恋之人。赵之宗正臣赵百司隶每日入局所，以示增重宗蒙之意。玉蝶所淳化六年，始设局置官，赵以黄宋玉蝶为名，建玉蝶殿。咸平初，命赵安义凉州汉边属籍，始创规制。大中祥符六年，以知至告刘云下耸为修玉蝶官，自后至一元或二元。元封官至行，分立宗正四官。四臣王拱奏玉蝶十年一进，并以学士典领。自西宁中范镇进书之后，神宗玉蝶至今未修。先元类普自庆历中张方平修禁之后，仅五十年，并 PG 2606。吴承书起别立法，其修玉蝶及类普官每二年一具草绞尽，从之。绍圣三年，应宗室赐名，三祖下各随祖宗之之子而下，虽兄弟数多，并为一字相连。南渡后，绍兴十二年，始建玉蝶所，提举一人或二人，以宰相执政为之，
以侍从官一人兼修。宗正卿少而下同修纂。先是宗正四陈少大受奏，讲求宗正四旧长之书，曰皇帝御牒，曰先元基庆图，曰宗藩庆系录，曰宗之属籍。南渡四书散失，今重加修纂先元庆系属籍总要。河图录属籍三者而异之，既无愧于习矣，独御牒一书未修。宜搜访讨论，以正九族，以壮本之。于是使至官如旧制分。按五至历十。干道八年，召御牒殿主管香火，刹内侍三员。五臣一员充，并改作干办御牒所殿。光禄四卿少卿臣主簿各一人。卿长祭祀朝会。宴香酒礼善修之事，修其储备而谨其出纳之政，少卿为之耳。臣参领之。凡祭祀共五旗三酒，笙劳欲唱及尊仪编斗富贵鼎祖行登之时，前旗赤有丝半俱生祸，是敌着奉身，则告冲告各共其名水火焉。礼毕，尽坐于天子而班于百执事执人。分按五至历十。元佑三年，赵长二户制。政和六年二月，监察御史王桓奏祭祀老李之具长于光禄而祀官位。长林氏请大慈以长二，朔祭及中慈以臣部监事宰割礼毕班坐，有故及小慈听以其属舍从之。就至判四世一人，以朝官以上冲。光禄卿少皆为记录。元丰至行始归本寺。中兴后发病入礼部。太官令长善修割烹之事。凡恭敬善修，则辨其名物而事实之宜，谨其水火之奇。祭祀共明水明火，割身取毛写身体，以为鼎祖之时。朝会宴享，则供其酒膳，凡给赐视其品，至而为之等。元佑初罢太官令。二年复置。崇宁三年至上。时局太官令为长慈事。PG 2607。法酒库内酒房长以示法授酒财，视其厚薄之奇而谨其出纳之政。若造酒以待恭敬及祭祀给赐，则法酒库长之。凡祭祀公五旗三酒，以时尊雷。内酒房为造酒，以待于用。太官物料库长预备膳食建修之物，以供太官之用，便其名数而会其出入。翰林司长供果实及茶名汤药。牛羊司牛羊供应所长供大中小四之身权及太官宴享膳修之用。乳酪院长工造酥酪。油醋库长工油及盐渍。外物料库长收储米盐杂物以待膳食之需。凡百司班给者取具焉。卫尉四卿少卿臣主簿各一人。卿长一位兵械甲。卫之政令少卿为之二，臣参领之。凡内外作坊输纳兵器，则辨其名数验其粮与已归于武库，不如事者罚之，食其暴粮而封及其数。若尽欲及颁给，则按级而出之。
每季委官检视，遂中上记账于兵部。长凡握役之事，大理设为公，张大赐、小赐。陈鲁不依仗，常二昼夜巡剿，察其不如仪者，押仗官则前其柄。差凡仗位，公与仪、节钺、金鼓、起祭，朝宴亦如之。宴享宾客，公沐浴，因席，视其弊者以少付，君器兼修焉。旧制判四世一人，以郎官以上充。凡武库，武器归内库，手工归仪。鸾司，本寺摩所长。元封官制行，始归本寺。分按寺，至历时。元佑三年，召常二户制。所立官司时有三：内宫剑库，南外库。军器弓枪库，军器弩箭箭库，掌藏兵仗、器械、甲卫，以备军国之用。仪鸾司，掌公沐役公帐之事。军器食物库，宣德楼食物库，掌收住食物，给用则按级而颁之。左右金吾皆司，左右金吾帐司，六军仪帐司，掌青道、角巡、排列、奉引仪仗仪素。 PG2608 敬畏。凡仪物以时修饬，选募人兵而效其迁补之事。中兴后，魏魏四废，并入工部。太仆四卿少卿臣主簿各一人。卿掌车辂，就募之。令少卿为之二，臣参领之。国有大礼，公其辇禄、属车、钱。其界有司教钺相马。凡仪仗继承，则巡视其行列。后妃、亲王、公主、执政官应给车臣者，是品质而颁之。总国之马镇，即京都房间、积殿墓地处马之数，谨其饲养，察其治疗，考番习损，号之时，而定其赏罚焉。死则敛其尾，金阁入于官府。凡跃马，差赐其高下，应给赐则如革。遂中勾付帐籍，以上架布。若有事于南北郊，侍中请降于深路，则亲受随。旧制判四世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邦国旧牧，车舆之政令，分立群牧司。其妓院诸房间，本寺旦长天子五路、属车、后妃、王公车路，给大中小四羊。元封官制行，始归本寺。分按五，制吏时有八，总局时有二。元佑二年，召外监事，令本寺依群牧司旧法施行。应内外马事专吏太仆，直达枢密院，更不经尚书省及驾部。三年，召省主簿一员。崇宁二年，召太仆四一旧制不治外事，归尚书驾部，应马事、尚书密院所立官司。车路院长陈余、法务、凡大驾、法驾、小驾公辇禄及奉引属车，便其名数与陈列先后之序。左右其妓院左右天四监掌国马，别其奴粮，以待军国之用。安沛库应奉御马安乐，即以兼配给赐臣下。仰相所长调御训相。驼房车营至远务长分养杂处，以功夫在搬运。牧养上下兼长治疗病马及身居术，有好施则送皮包锁。元封末，
废畿内牧马监。元佑初，置左右天旧房，听民奸臣殿墓地。绍圣元年，依元封法置资深监。中兴后，废太仆寺。PG 2609，并入兵部。群牧司至治史一人，景德四年至，以枢密使，复为之。至道三年，罢而复置。史一人，咸平三年至，以两省以上官充。复变一人，以阁门以上及内侍都之充。都监二人，以诸司使以上充。判官二人，以京朝官充。掌内外旧牧之事，周之国马之政，而察其灯号焉。凡受宣召文牒，则以时下于院监。大事则置治使同签署，小事则专遣其副使。都监多不备至，判官都监每岁更出诸州巡防监，典应国马之番袭者。又有左右厢提点立本司，都勾押官一人，勾押官一人，押司官一人，安配库使副使监官二人，以诸司副使及三班使臣。内侍充掌御马金玉安乐，即给赐王公群臣外国使并国姓兼配之名物。勾管一人，典五人，掌库十四人。元封并入太仆寺。 PG 2610，至第118。职官五，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江作监军器监兜水监司天监。大理寺旧制判寺一人，监少卿事一人。建隆三年，以功部尚书窦仪判寺事。凡欲送之事，随官司决和，本寺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谕，送审行院详契，同属以上于朝。降断官八人，以经官充、国初、大理镇、臣、平氏皆有定员，分掌断谕。其后，则他官民法令者，若常参官则兼镇，未常参则兼臣，谓之降断官。就六人，后加至十一人，又去兼镇、臣之名。咸平二年始定制，法职官二人，以幕府、州县官充，改京官则为检法官。元封官制行，至卿一人，少卿二人，镇二人，推臣四人，断臣六人，司职六人，平事时有二人，主簿二人，卿长折御详行居宴之事。同职务分左右，天下奏合命官将校及大辟，求以下以仪请宴者，立左断行则司职，平事详断臣议之，朕审之。若在京百司事当推，或特指委刊及系官之务应追究者，立右制御，则臣专推居。盖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凡行御应审议者，上行部被指推居及情犯重者，卿同所立官请封奏才。若欲空或断绝，则御史按时以文分按时有一至立六十。 PG 2611。有九，先是旧制，大理寺宴天下奏案而不治愈。熙宁五年，曾祥断官二为十元。七年，至祥断席学官十四，
降复袭学官六。九年，赵以京师官四，凡有欲皆系开封府司路司及左右军巡三愿，求逮伟多难于革训，又属多与死，因缘留置，动赦岁时。积参故时，已属礼官，可复至大礼狱。使命崔台福为知青事，检州府杨吉为少卿，各举臣及检法官。初，神宗为国初废大礼狱非事，以问孙朱，朱对何止，致仕命官起祀。十七日而臣元丰二年首诏，大理寺进举坠典，比至御室，推轮规模，皆以一起，不少宽甲，必怀顾忌，激流必害，无益前日。一一推至院及御史台吏，不公报纠察司。三年，诏依旧公报。凡官属依御史台吏，业有进。又照纠察司查访本寺断途以上出入不当者，所按点检。五年，赵吴以大理寺官为士官。六年，又赵凡断公案，先上阵看降当否，论难改正，牵印注日，然后过一司复议，如有批难，俱计改正，长二更加审定，然后判陈路奏。又刑部言应吏部补授大理寺左段刑官，先与刑部大理寺长二同意可否，然后助你人取京市的巡资以上人充，朕却以臣补，臣却以平事补，赵刑部吏部同者为令。八年，赵大理寺推断事应奏及上尚书省者，更不先升本曹。元佑元年，以右至御刊断公事权少，并左右两推为一司。三年，三省请罢右至御，一三司就立至推刊检法官于户部，从之。右赵大理寺并至长耳。四年，从刑部请改本四条，任大理官师断途以上五人或死罪二人，不在选县。旧条师断途以上三人或死罪一人。绍圣元年，赵断刑狱官依元丰元年选士法。二年，复至右至狱，至官属如元丰制，左右推事有翻译者护送，再有意者，朝廷委官审问，或送御史台治之。元符元年，应大理寺、开封府承受内将公事，不得奏请移送。又照应奏断。PG 2612。公事依开封府专条，不许诸处取所。崇宁四年，赵大理寺官朱思哲奏辟者，以为治论。正和二年，赵法官任满，则执事修举，人才可录者奏举在任，人许就人官身礼本等资序。五年，依稀封故时复置习学公事四元长二立课程正陈同指教。宣和七年，平事以上并差，侍中刑法人。又照大理寺、开封府承受公事依法断遣，不得起降特旨。中兴并审官寺为大理寺部并。绍兴初，赵振与陈并堂除。平事却，则委本寺长二选择。应革人复刑部议定，升朝廷差田。如无应革，即选安息刑法人全冲。又立比较法以成差师。隆兴二年，
平氏拱眼言：“平氏。”简断，公自结案。亲疏断语，最为劳弱。赵增至，以八元为额。淳熙末，严寺官出夜之境，以防请托漏泄之弊。少熙初，除侍中、刑法、平事八员外，司职逐步选用有出身曾历任人各兼平事细贤，将八平事以拟断文字分两厅点检，或有未安，则数所见与常而商量。庆元四年，定主委众月定日断绝之法。嘉定八年，升延少熙指挥，众司职主簿之选，增选试取人数，以劝法科。左段行分案三，曰摩勘、掌批会吏部等处改官事，曰宣黄。掌凡段气命官指挥，曰分部。掌行分探诸案文字，设司有四，曰表奏议。掌居崔祥断案八房断义预案，兼巡深月奏，曰开差，曰知杂，曰法司。又有祥断案八房专定断诸路深奏预案等。又有赤库，掌收管价格文书，立额须长一人，须使三人，须左三十人，贴书六人，楷书十四人，龙心共减七人。有治愈分案有四，曰左右四案，掌断气公事案后收礼追赃等，曰驱魔。掌驱魔两推官前官务文书，曰减法。掌减断左右推预案并公检应用条法，曰之杂。又有开差表奏二司，有左右推主居刊诸处送下公事及定夺等，立额前司须使一人，须左九人。 PG 2613表奏司一人，贴书三人，左右推须使二人，须左八人，班押推司四人，贴书四人，龙心共减五人。鸿胪寺旧制判四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冲元封官制行，至清一人，少清一人，臣主簿各一人。清长四仪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士及帐除父之境，令少清为之二，臣参领之。凡四仪君常使驾朝见，便其等为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事解。有司先其半句，有贡物则据其数报四方馆，引荐以进诸藩封册，即行其礼命。若从一功臣席，则便其敌数，据名上尚书沈其周松庆义灵庙命官以时志向，若凶仪之节宗室以服臣僚以品，便其丧祭而召殿灵附赠之志礼仪臣服，则亲长赞导之仪葬，则欲借有司据鲁布遗物分案四，致力九其官属实有二，往来国信所长大辽使界交聘之事，都停息议及管干所长河西藩部供奉之事，礼兵院长回谷吐藩党向女真等国朝贡管社及护士一语之事，怀远义长南藩交州西藩归资大石、于田、甘、沙、宗哥等国供奉之事，中太义宫、建龙关等各置提点所、长殿与斋宫、器用遗物、陈设
钱币之事，在今四务司及提点所掌诸四器制之事，传法院掌易经论文，左右皆僧路司掌寺院僧尼帐及及僧官补授之是，同文馆及馆沟所掌高丽十命，以上并属鸿胪寺。中兴后，废鸿胪不治，并入礼部。司农寺旧制判四世二人，以两制，朝官以上充，主簿一人，以选人充。掌公及田九种，大中小四公使及蔬果、民房游与平跳立农之事，元封官至行，使正执掌，至卿、少卿、臣、主簿各一人。卿长分处委机之政令，总院右库务之事而仅其出纳，少卿为之二，臣参领之。凡京都官吏录领，便其精粗而为之等，诸路岁。PG 2614。运至京师，遣官阅其名色而分纳于仓根，稿皆则归诸场，遂具封装，阅具见存之数奏文，给兵时则进呈良样，因出纳而受禄。客取者，言其进，有负欠者，记其亏数上于仓部。凡诸路奏语，雪之却与过多者，皆及之。凡愿又行信排比及见享境遇，班次职藏之物，借有私先其半句。造屈孽，除心叹以呆给用。天子亲耕及田，有事于先农，则亲奉累祀，少卿律属及数人以中千亩，分按六，至历时有八。初，熙宁二年，制制制条例司，立长平敛散法，遣诸路提举官推行之。三年五月，诏制制司军通天下之才，以长平新法，复司农寺，增至臣部，而农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悉自司农讲行。初，以太子中允吕惠卿判司农寺，改同判司胡宗岳为监判。四年，以御史之杂邓婉判司，曾不同判，召诸路提举长平官客机田寺考校深处，管干官令提举司保明，即功赏之。六年，以司农兼遣属官出仕诸路，力有不给，乃至干当公事官，以叶康直等四人为之。七年，本寺言所主行农田水利免役保甲之法，措置未尽，官吏推行多违法役，欲绑御官司，使人陈述有司违法，从寺暗查。九年，以干当公事官所制，辄用喜怒，罢之，从熊本请也。元丰四年，简臣以主簿三官至行，四监不治外事，司农事旧职务悉归户部右曹。元佑三年，召司农寺至长二五年，以本寺主簿兼检法。八年，复置提辖修仓所。绍圣元年，召罢官署，以其事归将作监。四年，罢主簿，天臣一员。政和六年，浙西诸州各置排案一员，从两浙运赴印安道请也。所立官署凡五十，仓二十有五，掌九股领藏之事，以给官吏军兵禄食之用。凡刚运受纳及封装之用，月巨数以报司农草场时有二，掌受金鸡除阶，以给木监四末排案司四，掌税
运刚传书纳固执之事。元院寺、玉京、瑞圣、宜春、琼林院。PG 2615。掌众执书事以待恭敬，修饬廷宇以备游幸宴社。下谢司、掌授。纳刚运。都区院、掌造区，以宫内酒库酒礼之用，及出狱以收。其职。水墨物，掌水位磨脉，以宫上食及内外之用。内柴炭库。掌诸星炭，以给功臣及宿卫班职军士星炭习见之物。炭厂，掌储炭以供百司之用。建炎三年，罢司农肆，以事务并立仓部。绍兴三年，复置陈二元。凡有何行事务，生户部施行。四年，复置四人至清。少十年，复置部。隆兴元年，并审主簿一员。明年，诏如旧。至干道三年，诏梁刚有欠，从本寺断遣兼纳，请礼重者大。李四推刊分案五，南北省仓、草料厂、河底厂立焉，兼仓官。分上中下界司其出纳，诸厂皆至监官，外有监门官交量，则有检查湖面官，刚运下泄有排案司官，各分其事以左本寺。封储仓所至监官二员，监门官一员。初，绍兴以上贡米余数，庄管别领，以为水旱之助，后又增广收敌，淳熙间命右司为知提领，后以属检镇，非奉朝廷指挥不许之拨。别置赤吏提领官节押，不许滚同司农肆收之经常米数。凡外州军起到庄管米，从司农肆差官盘量，俱纳到数报本所庄管。监官、监门官欲考任满，所属批书外，人于本所批书，视其有无欠折，以定其功过。在外，则镇江、健康至仓焉。太府四旧制判四事一人，以两制或代执朝官充，同判四一人，以经朝官充。凡领藏贸易，四方共付，百官奉给，十阶立三司。本寺但掌公祠祭香毕、税金、神席及孝造斗生恒尺而已。元封官制行，使镇执掌、至卿、少卿各一人，臣、主簿各二人。卿掌邦国财货之政令及库藏、出纳、商税、平怀、贸易之事，少卿为之二，臣参领之。凡四方共付之书于京师者，辨其名物，视其多寡，别而受之。处于内藏者，以待非常之用。 PG 2616。 班于左藏者，以供经常之费。凡官吏、军兵俸禄赐予，以法事班之，先给吏，从有司检查，书其名数，勾付而后给焉。供奉之物，则臣旨已尽，审奏的奏，乃听除之。若春秋受君衣，则前其敬样，定其班日，机内将校迎宾之请，越具其数以闻。凡商贾之赋，小贾及门征之，大贾则书于物，获之不受者，凭其驾驭于平怀，诚实奢待，以济民用。若只取于官，则给用多寡。
各从其底。遂以香、茶、盐超牧人入斗谷石边，及京都却用物，欲报度之。凡客入，以银盔定客罪，行赏罚。大肆陈裸则轻，至毕殿狱则入陈玉帛于四公其税金，分案九，致力六十有。五，元佑初，以仓部郎官印发文钞，三年复归本寺。又赵太府治长二，五年令长二每月分巡所辖库物。元符元年增至成一元，三年改事议案为平淮，其事议物亦如之。崇宁中至药局七所，天成一元点检。宣和三年减罢。靖康元年，诏内外官司局所依西宁法，前务并纳左藏库，凡审150所。又诏户部、太府四长二当职官及本库官吏奉钱，后在京官吏之散并足，方许之给，从户部尚书梅直礼之请也。所立官司二十有五，左藏东西库，掌授四方财富之入，以呆邦国之经费，给官吏、军兵俸禄赐予。就分南北两库，整合。六年修建新库，以东西库为名。西京、南京、北京各置左藏库。内藏库，掌授岁计之余积，以呆邦国非常之用。奉承库，掌公。内廷，凡金玉、珠宝、粮化会藏焉。之后库，掌授钱帛、器皿。衣服已被传召颁给吉殿廷赐予。元丰库，掌授诸路积甚极长。凭钱物，凡封庄者皆入焉。神宗常奋契丹爵将，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据金帛内躺，自制四言诗一章，曰：武纪失国，险运恐赤，一祖造邦，私有尘埃。元设内府，积以牧室，曾孙保之，敢忘却志。每库以诗一字募之，储积皆满。又别置库。PG 2617。赋诗二十字，分皆于库，曰：每前系替心，望一尊一夜，故与不无资，何日成荣节。为宗朝，又有崇宁库、大观库、布库，掌授诸道书纳之部，便其名物以呆给用。茶库掌授江、浙、金湖、建建茶名，以给翰林诸司及赏赖。出狱杂物库，掌授内外杂书之物，以备之用。粮料院，掌以法事班。领禄，凡文武百官、诸司、诸军俸料，以卷怀给。审计司，掌审其给受之数，以法事驱魔。兜商税务，掌收京城商旅之算，以书于左藏。汴河上下所、蔡河上下所，掌舟船木筏之征，都提举事一司，掌提点贸易货物，其上下界及诸州市役物杂买物，杂卖场皆立焉。事役上界，掌敛事之不受，或之至于民用者，诚实贸易，以平百物之值。事役下界，掌非钱给券，以通边敌。杂买物，掌合事百物，凡公敬官府所需，以时供纳。杂卖场，掌售内外必余之物，即指以呆出货或怀折之用。
却。或物长折薄胡豆，金箔之属。交引库长给印出纳交引钱钞之事。抵当所长以官钱听民直取而计其缓急。和计局惠民。局长修和良药出卖以济民急。殿宅务掌管官屋及底殿。既至出旧及修造之事。石炭厂掌受纳出卖石炭。香药库掌出纳外国贡献及世博香药宝石之事。建延诏罢太府寺以其所掌职务剥利金布。绍兴元年府以张一守太府寺臣错置印给察言超引续天至臣二元。四年复至卿少各一员。十年复至主簿。十一年诏交引库书押超引四成两元。御和推赏各与检摩刊二年。寻诏三成一体行之。隆兴元年并审主簿一员，明年如旧制设案期以续次分管。兼交案随逐臣部副左藏库兼交看验刚运钱物。中兴后所立为有粮料院、审计司、左藏东西库、交引库、之后库和计局惠民局如前置所置。左藏南库系庄管御前机赏库改以侍从官提领，又置提辖检察官一员、编估局、打套局二